大家好，请敢宝说好。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 Shopping 的惊喜，应该算惊喜袋吧？惊喜盒。那 Shopping 呢，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家庭会打开。对啊，它叫做购物宝贝。然后呢，它是先列在这个。好，请你放着好吗？它已经出到第四季了，所以这两个都是第四季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是这一组呢，它写着是 Fashion Spring， 是时尚的，所以呢，可能就是会是一些像戒指啊、口红啊。它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篮子，篮子里面会有两个 Shopping， two Shoppings， 两个购物宝贝哦。然后它呢？他是说不建议三岁以下的小朋友，那家长自己斟酌。这是澳洲的公司 Moose 出的 ，OK， 比较适合五岁以上的年纪哦。好，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一个，这个是宝，可以啦，没了。那我等一下帮忙拿起来。这个平常就是我每次打开，这里不是卖非常好哦，它是种小小的惊喜来嘛，不像卖房嘛。对，好，你看看。我打开这个，好，打开这个。好，那我们好，可以了，很好，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好像呢，哇！我要帮你拿这个。你看这边有写说是 limited edition 限量版的，是这个透明的高跟鞋 ，bling， 它叫做 Beverly Hills 比佛利的高跟鞋。OK， 然后它这呢有很多的 shopping 的款式哦，还有他们的名字。OK， 哇，超多的呢，你看。所以等一下我要留住这个 brochure，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然后它有一个很可爱的篮子，很可爱的篮子。我们先看这个篮子好不好？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篮子。篮子有一个手把 ，OK。所以呢，是非常可爱哦。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个 shopping 呢，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你去拿！我要拿出来。眼睛手手。哇，好漂亮哦！这两个帽子哎，帽子叫什么名字？哎，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 shopping 呢是这一个哦，它非常非常的可爱，它是一顶帽子 ，OK， 它好小哦。它的名字呢，这边有写，我们找到了，是这个。它叫做 Floppy Hat， Floppy Hat， OK， 好可爱哦，超级萌的。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 shopping 呢，就是它，它也是一顶帽子哦。我也找到它的名字，它是这一顶绿色的，在这边。它叫做 Hatty Hat， 这一个 Hatty Hat 在这边。然后呢？你看它也好可爱哦，我都快挂掉了。嗯，超级可爱哦。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呢？阿宝已经帮我们打开来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好吗？打开之后呢？哇，可以背背吗？它这个是一个置物篮哦，我们先看一下。我要帮你拿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brochure， 那这一组系列呢，比较像是。蔬菜区、蔬果区那一种的，建议年龄也是五岁以上哦。妈妈，我最喜欢它有这边有写，白色的呢是 common 比较常见，绿色是rare 少见，你可以介绍这个。然后粉红色是 ultra rare 特别稀少，然后蓝色是 special edition 特别版，然后这个最下面这个是 limit edition 是限量版哦。然后它这有。蔬菜水果，然后有面包 bakery， 有 sweet treat 点心，有 accessory 配件，还有 homeware 家庭用品 ，garden 花园里面的东西，哇，超多的。然后这边呢是写 limited edition 限量版，然后这边好多是有，我真的打开，这是什么？Packing 宠物的是不是？然后还有 Pet Shop 宠物店的 ，Party Time 还有派对的，所以超多的。阿宝已经帮我们打开一个了，给我看那个在哪里？
好，在这里，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哇，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抽到的是什么。所以呢，它的名字我看了一下，它叫做，这个第一个呢，在这里找到了，它叫做 party plate 这个地方。我喜欢 party plate。然后你看一下，所以它是一个派对的餐盘哦。这个你看它好可爱，它有一个很可爱的。的那个，这个叫什么东西啊？有点像是派对的装饰，一个盘子、叉子跟刀子，所以它的名字叫做 Party Plate 派对盘子。OK，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个哦，哇，好可爱呀、啊！你看它，它是一只鞋子哦，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到了，在这边，它叫做。是 Sharon Shoe， 对 ，Sharon Shoe， 在这边，就是这一个，讲讲 Sharon Shoe， 它的名字叫做 Sharon Shoe， 好特别哦，啊，然后上面还有那个防滑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介绍了这两组哦，我们看一下它的购物置物栏，所以这是置物栏，可以摆放 shopping 在里面。OK， 所以这是今天介绍的 Shopping 惊喜栏。今天呢，这两组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Shopping 惊喜栏。OK， 然后呢是 Sharon Shoes Party Plate， 哇，它名字好难记哦。Floppy Hat Hattie Hat， 哦、oh, ，Can't believe， 我竟然全部都记住了。OK，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哦，请赶宝说拜拜。妹妹Hello， 大家好，今天跟阿宝说嗨。我们现在呢在儿科诊所，那我们今天呢现在正在等着赶赶看医生，那同时呢我想要给大家介绍这一组很可爱的 shopping 购物宝贝的游戏书， OK， sticker kit， 所以其实是贴纸书哦，好，然后呢是不适合三岁以下，不过其实就是贴纸，六岁以上比较适合，里面有四张贴纸还有一个纸板， OK， 好可爱哦，是长这样子啊，所以这只有一块钱哦，这是2013年，好，赶紧打开吧，你们哎呦，你也不用用湿的吧，好，算了，撕了就撕了，好粗，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吧，我看看哦，所以贴这里哦，这是 shopping 的场景，所以是要贴在这里哦，打开，帮你打开，所以呢耿耿现在呢把喜欢的，好，那你选另外一张，它总共有四张，我们看一下，有这样子的，所以里面是贴纸哦，还有这样子的，所以很适合小孩子打发时间，然后这又是另外一张，那阿宝也是拿一模一样的哦，这样子打开来 Chicky Chocolate 是 Chicky Chocolate 吗？所以你可以把 shopping 啊放在你要的柜台上面，我们现在来算钱啦，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呢都贴在柜台上面，准备算钱了。这个是什么？好多哦，还有这个小草莓，好可爱哟、哦。嗯，还有这个是 Chicky Chocolate， 是不是？哦，妖怪手表的广告，好可爱哟、哦。所以在美国现在也开始演妖怪手表咯，那个是什么呢？蛋糕。好，妖怪 watch。 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耿耿能够退烧，他到现在还发烧，很干净，跟大家说拜拜，拜拜，好吧，请说拜拜，拜拜。